们今天要看到的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竹木漆盘。那通常我们会看到黑色或是红色的轮岛图，那像这样子比较特殊的设计其实是还蛮罕见的。那上面呢主要是这个海螺，然后还有一个贝壳。那仔细看它这个贝壳呢，上面都有做堆金的这个设计，那这个其实有一点半现代风。那堆金呢，它之前在大正时代其实还蛮常在高级的漆器上面可以看到的，那在比较这种现代风格的还蛮少见的，如果看到的话其实也都是比较高单价的商品。那我们看它旁边的这个竹编是这个样子，这种比较夏天的风格呢，就是就算是当火锅的菜盘也看得非常的消暑。